事啦。你掹開個巴窗唔好睇下佢。經濟講座，咁呢個咧經濟講座咧係最主要咧就係 financing 咧 to 嗰個中小企業嘅，因為我哋知道一樣嘢就係話依家咧中小企咧面臨好大嘅衝擊，因為喺大數據時代啊，同埋因為加拿大政府又加咗嗰個 minimum wage，對佢哋嗰個嘅營運嗰個環境咧就壓力好大，同埋競爭力咧就相對嚟講大少。咁我哋咧就喺呢、這個呢個 seminar 裏邊咧，呢個講座裏邊咧，咁我哋咧就提供咗一啲資訊嘅，因為我哋原來咧加拿大政府咧聯邦政府咧Crown Corp 咧，佢哋有啲 program 咧係幫助中小企業咧，佢哋係幫助佢哋發展expand 佢哋嘅 business， 同埋一樣嘢就係話，譬如佢哋有啲 project 想買嘅話咧，佢哋可以就做貸款嘅。咁呢啲咁嘅 program 咧，可能好多人未必看清楚嘅。咁另外有啲企業咧，本身咧喺加拿大本土，但係佢想佢哋本身咧就投資海外嘅。原來我哋咧有個 EDC 咧呢、這個。政府機構咧，亦都幫佢咧喺海外咧點樣用去做 finance 同埋做 insurance 呢啲擔保嘅。咁除咗呢啲嘅話咧，我哋喺商業上咧有商業銀行啦，咁啊有好多貸款嘅 program 喺度嘅。咁可能好多中小企咧未必知道。咁另外咧就因為今次我哋嘅講座咧就涉及咧一啲稅務啊，同埋嗰個accounting 嗰個部署啊，同埋有啲關於嗰、那個對 minimum wage 嗰度咧點樣影響我哋中小企嘅運作咧，我哋都有唔同嗰、那個意見啊，同埋分析點樣幫助中小企咧喺佢哋嘅營運嘅環境裏邊咧，能夠即係 expand 多啲，同埋減少佢哋嘅風險啊咁樣。其實很簡單一樣嘢啫，就係因為中小企忙，有好多資訊未必佢哋攞到嘅，咁所以咧就係話佢哋因為就係冇呢啲咁嘅知識，咁所以咧就係或者攞唔到，咁所以就係今次咧我就係 provide 呢咁嘅一個平台咧，俾佢哋知道有好多個 resources 咧嘅渠道咧，就令到佢哋知道一樣嘢就係話。原來咧，除咗商業銀行啦，政府亦都有啲機構咧，可以幫助佢哋嘅。咁所以咧就係話，所以我誠意邀請好多嗰啲中小企業嚟咧，就聽下我哋嗰個講座，你都有多啲資訊嘅information 俾佢哋，多啲知道嘅。大桥的计划法，对，是，这是从台湾来的10个大学生啊，他们是参与桥河队今年第一次举办的台湾青年搭桥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是桥河会第一年办的活动。
就是希望让台湾的年轻人啊到海外来看一看，看看我们海外的侨胞啊他们成功的经验，那从中做一些文化的交流啊，也让台湾跟啊加拿大年轻人有一些互动。那正好他们就是选择来参与台湾文化节啊这个活动。那今天这边大都会也正好是在台湾文化节当天要做一些展示的东西、义卖的东西，他们就在那边加工。那他们也是非常这叫不期而遇啦，就碰到了这样子，他们在这边义工。那特别感谢大都会我们新部董事长啊，我们今天早上才通知哈、他就专程跑过来接待。那他在这里也准备了珍珠奶茶给小孩子，他们来多少天了？一共前后八天，那在这边的时间有七个完整的那个。还会去参观其他的地方吗？对，除了今天来这边看大都会广场哈、相关的这些商店哈、还有我们的这些侨团啊、台湾商会啊、信用合作社、台侨中心之外哈、等一下他们去参访大统华，就我们。是加拿大最大的华人超市。接着我们会去看华侨协会、中华总会馆，他们也都会接待。明天呢，要带他们去国光山，有护法师啊、也会招待他们。那由中西委员会陪同他们前往。下午去看振兴轮胎啊、也是我们台商企业啊、在北美的总公司。之后我们下午就去参访了文华，文华也是得到海外台商磐石奖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企业，那邱董事长要招待这些年轻人，那第三天就是安排他们去参访慈济，慈济那边庄丽人副执行长他也专程从台湾赶回来来接待这个团体，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去办事处徐处长会接待他们，在接下来他们就参与台湾文化节的活动了傍晚晚上他们去那边做义工，第二天他在侨委会在我们的文化中心参与我们那边的一个座谈，侨务座谈，看看我们海外侨界平常呢都会怎么样跟我们做一些沟通互动，提供他们的建议。参加完活动之后，他们下午就去做这个City Tour， 去多伦多大学，这是七商会的年轻人带他们去，让他们介绍多伦多。那第二天就去博物馆是我们这边妇女会的会长介绍去这边做导览，全程的导览。参观了博物馆之后呢，我们会到龙岗青艺公所让他们看看在这边历史非常悠久100多年的那个龙岗青艺公所他们从只有我也会陪同他们之后呢他们就会去这个 CN Tower 去吃个饭，对，看看我们这个多伦多市井当然来多伦多一定要去看瀑布了没有看到尼加拉瀑布就不算来多伦多。那最后一天我们就招待他们去瀑布一日游这是华侨协会接待的让他们看看瀑布的壮观那最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惜别晚宴感谢所有在这边接待的社团还有一些接待家庭这十位同学分别安排在四个接待家庭在那边住一个礼拜我们要感谢他们这次行程主要都是靠侨界的帮忙他们热情接待侨委会在海外并没有提供他们特别额外的经费只有补助他们一点点机票款小孩子来都是侨界的落地接待，我们特别感谢
那机票时间不要跟我一样，就是另外一回事。我是从台湾过来的刘兆文，我们是救血救命国际基督关怀协会。那这是从因为加拿大这边有台湾文化节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是从台湾前几天就是过来这边，然后参与台湾文化节。那我们要推广爱女孩护卫生棉计划。这个计划是关于什么？这个计划呢，就是在于我们就是每次过去肯亚或者是非洲其他的国家的时间呢，就是发现说在当地的妇女或者是青少年的部分，他们经起来的时候，因为他们就是比较贫困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没有抛弃式的卫生棉可以使用。那这样子他们可能就是随便拿的沙发里面的海绵啊，或者是兽皮啊，甚至是比较夸张是就用性交易的方式去获取一些不卫生棉。那因此我们知道这样子一个状况之后，我们就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重复使用的不卫生棉，然后让他们可以改变他们的就是生理用品的一个部分。这个计划从推行多久，成效怎么样？目前到现在大概有一年半多，快两年的一个时间。那目前我们就是有在肯亚、乌干达还有斯瓦希兰等等的非洲国家，就是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也是在当地就是有培养种子老师，那种子老师也会协助我们一起到不管是到学校到村庄到教会去教所有的一个青少年，目前至少有40,000多人的一个青少年跟妇女就是受惠。那我们运送鞋子过去的货柜呢，我们也会留在当地改装成爱女孩的工作坊，然后在那边直接教当地的妇女就是制作不卫生棉。所以就是说你在台湾在其他国家做好那个救鞋就送到非洲去。是目前就是爱女孩计划部分我们就是在台湾，那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到加拿大这个地方就是来推广这个爱女孩计划。为什么选择加拿大？就因为来台湾文化节。主要就是因为台湾文化节的关系，然后因为我们去年呢，有搭配台湾文化节，就是有举办了救血救命的一个募血的一个活动。那今年就是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邀请我们就是来这边推广，就是爱女孩护卫生棉计划。这个是一个大爱的行动嘛，是不是这个？是。你参与这个活动多久？我参与这个活动也是一年半多，快两年的时间。因为我一开始呢是先参与做血救命的志工，然后到了非洲之后，那参与这个志工团之后，就是改变了我的生命。那后来我就是加入这个协会，就是一起参与这个支持跟帮助做血救命的一个在非洲的一个计划。参与这个运动，你个人感受怎么样？我觉得是整个价值观的翻转。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他会有很多的爱心，但是他会找不到一个方式去做。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方式，让大家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方式，小小的力量，可是却可以做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个事情。那其实我们就是常常都会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执行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你说以前在台湾推行这个运动，现在来到海外了，是不是把一个爱的种子往全世界去播？对，因为其实这样的话，让更多的人一起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部分。
诶，珍藏版嚟嘅冇嘅啦，珍藏版嚟嗰啲要看本实嘅。我最近听到话咧，系啦，唔知点样划水嗰啲。A world-class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Asian Business Network Association. This award recognizes role models and leader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since the year 2000. In the past 17 years, 106 outstanding individuals have been awarded for the achievement and their inspiring stories being told in the CCL book. Without further ado, may I have the honor to introduce the CCL Organizing Committee Co-Chair, Ms. Alessandra An, to tell us all about the theme for this year. Distinguished guests,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nd thank everyone of you for attending this press conference.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在今年的10月8号在万景戏院，我们为大家呈现一个音乐的很特别的音乐会，叫做百年情怀。我们分成四个单元，第一个就是民族圣战之歌啊，其中包括松花江上黄河颂。那么第二就是我们准备跟各位准备了一些这个60年代的这个金曲，怀旧金曲。另外我们有国乐的演奏还有这个小提琴跟钢琴的四重奏另外特别介绍就是我们有一位年轻的音乐家，他是25岁就得到美国音乐博士的李先生，他来帮我们演奏在中国非常出名，在世界上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唯一的一首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所以我非常的欢迎我们媒体的这个观众们，我们这个各界的朋友们能够多多的给我们支持这一个与众不同的音乐会，谢谢。各位网络朋友大家好，我是 Tammy Mong，我是自爱中心的会长。自爱中心是一个为有智障的残障人士设立的服务的机构。今年呢，因为庆祝建国百年，很荣幸可以跟陈大哥一起合作。那我们一起自爱中心跟陈大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活动，让这个活动更有意义的是，我们还可以帮自爱中心筹款，那么也庆祝百年，双重的意义。对，非常希望我们的节目非常非常非常好，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们，谢谢。自爱中心，简单介绍自爱中心。自爱中心我们是去年一年前去年九月的时候成立的，那我们有七位创会的董事，包括 Hugo Lam，还有 Annie 是现在的我们的总监 A。 那么我们成立一年，那么这一年以来非常我们有25个学生，那么我们一年以来非常我们没有政府，现在都还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那么一直在靠社会还有这些家长大家的支持，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一路一直的在成长的更好，可以帮助到这些智障人士，让他们可以自己可以希望他们可以独立生活，也可以融入社会，这个都还是需要大家的帮忙，所以希望这趟的音乐会我们可以筹到一些钱，可以帮助到他们，谢谢。省长嚟我区啊，呢个区系万锦裕仁村区啊嘛，咁啊讲下最新嘅经济数据。咁啊，我哋2010至2011年咧曾经预算过嘅，即系关于赤字方面啊，我哋个系啊新嘅工作岗位啊能够做几多咁样。今日咧就数据出嚟咧，发觉咧就系我哋赤字嘅预算咧系少咗咩咧？少咗5%，就喺因为点解咧？就喺醫療啊、教育啊各方面咧，能夠揾到啲即係高效率嚇，efficiency， 咁變咗咧就慳翻好多錢出嚟。咁而最緊要咧就係嗰個工作方面咧，就不停咁創造。咁啊，據我哋數字走出嚟，真實數字啊，走出嚟咧就係個數據係已經產生咗新嘅工。喺一年咧，即係今年啊，year to day就係114,000份工。咁呢個相當龐大數目嚟嘅。咁啊，所以發覺呢、這個雖然咁多挑戰啊，全世界金融海嘯啊，跟住美國嘅評估係降低啊，我哋仍然能夠咧就係、是、安省經濟咧就係、是、向即係一個強力嘅強力向前嘅進發，都話好事啊！因為點解咧？係最緊要有工作先有民生嘅，冇工作我哋民生咁樣行。所以又今日一個天朗氣清嚇，咁啊發覺原來我哋經濟都唔錯嘅。I am very pleased to be here with my colleagues Dwight Duncan and Michael Chan, and I'm delighted to be joined by these men behind me who are the ones who are actually building up our province.I was pleased to be given a tour here by the Marco and get a better sense of what they're doing here. I think from a bottom line perspective, we've got 300 people working here.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pretty remarkable, just based on how quickly we've been growing in previous years.
Thank you.
Thank you.